风暴里的海，把天地都覆盖。一转身，山河也裂开，轰动了这时代。纵横着相爱，就注定失败。谁是要守护着孤单的天才？震动了火海里的风，爆发得太厉害。坠落在地上的疯子，终身都躲不开。我又猜出来，有什么天规定下来？天都松了，高了，疯了。我又猜出来，有什么天规定下来？耶。谢谢大家。耶，爱在天地动摇时。是的。好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郑嘉欣很优秀哦，听说你17岁就开始演戏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我在《叶问》系列里面、就是、都有你呢。对对对对，你跟子丹哥合作很多次了耶。对，这一次，对我们也蛮有缘分的。是很有缘分。对对对。不过这几年我知道郑嘉欣都在出唱片啊、唱爵士也特别厉害。是是。这次来演这个戏演哪吒，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神话故事的角色，这次不一样哦。因为你看看、我们全台湾都会看得到 3D 的版本，对你来讲也很新鲜吧，演 3D 电影。对，因为在拍摄过程我们是用别于一般的一些机器。对对 对, 对，所以每一个镜头也要重复的拍很多遍，辛苦。然后对对对、而且在现场就是体验了很多一些之前拍戏没有试过的东西。是，所以才能够打造出啊三年才拍一部的这个片子。是的，目前幕后的人都非常辛苦，所以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威视电影这次的帮忙，还有新浩娱乐，真的是请全力三年才打造一部片子、然后当中有98%都是特效画面，对不 对, 对，没错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在7个国家11家公司才完成这部电影，全 3D 的，非常的精致。那今天来到台北呢，也希望你享受我们今晚的首映盛会。好的，我跟您报告一下，台北都是晨晨的天下哈、是是是、我也很喜欢他、我们有太多这些粉丝都是曾国城的粉丝啊，跟您报告一下。来来来，史上第一个倒着走星光大道的，来，我带你去拍几张照片哈。